Our next speaker is from Taiwan and is from talking about agriculture,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food. There were some chemical issues there. And there were two speakers. One is the Professor Li and also Mr. Yang. And I know them before because they are lots of the winner of lots of hackathons. So they win lots of prize. So they ar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is topic you had already got the prize in hackathon, right? Already. Yeah. Yeah. Okay. Please。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克君，然后是盛安。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跨国农业那个农药残留标准的专案。那其实这个专案是。最早是在2016年的台大黑客松，我们就做过台湾的农产品农药残留的问题。然后在2017年的亚洲跨国黑客松的时候，这个黑客松帮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国际的资料。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国际开放资料到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该怎么去处理？那是我们从7月份的时候开始讨论题目，然后整理资料，然后一直到8月的时候去建立了系统。那在协作上面的话，我们是使用了 Facebook 社团跟 Google Drive 去处理。那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韩国的那个那时候其实有几起新闻，就是输往韩国、中国的芒果，它会因为农药残留超标，然后其实你可以在今年的新闻还查到一样的问题都持续的发生。那其实是因为2017年的时候，韩国它的农药标准有重大改变，它从原本负面表列改成正面表列。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没有被列出的药剂，都必须要零检出。那这个使得部分台湾允许的使用的农药，在韩国其实是不准使用的。那如果违规的农产品的话，它基本上被整批退回或者是销毁。那这时候，也会影响到台湾之后，如果是同样品项在输出到韩国的时候，它会加强检验。那这时候可能会变成说，原本抽样变成逐批检验，那就会影响到农民的就是贩售的部分。那换句话说，对农民而言，他除了要符合国内的农药残留标准之外，他如果需要外销到国际的话，他就必须要符合当地国家的残留标准。那目前台湾的宣导方式的话，在过去有出一本手册，然后会由中兴大学每年去更新。那目前都要改成只有把常见的外销农产品用药的基准列出来。那目前就是以产品跟国家当作一个品项，那只有列出23项。那其他的话，当农民有疑问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需要他们自己去当地的国家去查询那个网页，才会得到资料。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期望就是能够使用这些国家的资料做资料整理，然后建立跨国的农药残留标准，让一般民众甚至农民可以去查询。那当接触跨国政府开放资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泰国的网页，它基本上还是以泰文为主，上面没有任何一个选项，没有像刚刚柬埔寨的讲的。就是他们的跨国系统做那么好，所以他的语言还是单一的。那你要找这些资料就比较不容易。那台湾的开放资料端，你可以发现政府开放资料平台其实有一个英文的选项可以选，但你选的时候常常会有页面错误的情形，甚至说他只会把整个系统的语言换成英文体系，但是他的资料集的标签跟全是资料基本上还是中文为主，然后当然资料内容也是以中文为主。那这情形也是发生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形。那韩国的话就稍微他们可能在这部分的下努力就比较多，他们已经把全市资料跟资料集的名称全部都可以转换成英文，所以你就可以方便在这上面去查询。那有些资料集有英文内容，有些资料集没有，然后他会如果有的话会采用中文就是英文跟韩文并列的方式。像这样子就是有资料集基本上还是以韩文为主，所以你就也是一样在找跨国资料的时候，你会有语言的隔阂。那当然，如果你有人力端，你就可以把各个国家语言，就是相对找一些人才去帮他翻译。
那所以在国际开放资料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语言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开放资料它的品质或数量其实是不统一的，所以你要找一份资料可能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那当然也是还没有统一的格式或标准。那当然我知道就是亚洲跨国一个中他们协会这边有继续在努力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找各国英文版本的这个荣耀残留标准。那荣耀残留标准因为它是跨国贸易所需要的资料，所以基本上除了政府开放资料之外，它有别的管道会有，比如说以台湾而言，它的资料就会在全国法规资料库里面会有一个英文版本，但是我们那时候查全国法规资料库的时候，它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的版本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还要等到它更新。那当然最后政府都把资料公开在网上，可是相对时间可能不是那么及时。那日本的部分我们是从它的网页还有上面的资料库把资料去爬出来，然后重新的整理。那韩国部分的话，它有查询的网页，也有所谓的资本的资料，但是它的那个电子档的 PDF， 它居然也是一个比较不符我们期望的格式，就是它把文字转成影像的 PDF， 所以也比较不好去处理。那我们最好是用人工处理的方法把它解决掉。那泰国的部分还有自己的标准，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也是参加了东协这个贸易体系里面，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标准需要去遵守，所以我们就要把两份资料给整合在一起。那我们当然也连接了其他相关的开放资料。那大家好，那底下的部分由我来进行有关于技术部分的说明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部分呢，不是那么清楚哦，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其实要呈现的是，就算是从政府的开放资料下来的所有的资料集呢，它一样也有就是资料格式不统一。那以及就算是栏位部分是相同的，可是其实内容的部分也不完全的相等。所以那我们后来就会发现，就是这个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参加亚洲跨国黑客松的时候所使用到的最主要的资料集。那其他相关的资料集呢，我们最主要大概用了20个资料集，那其中最主要的是这几个部分，把它整理完之后比较方便使用者目前主要能够做查询的部分。所以最左边的这个部分呢，这我们叫做 HRNRL。 那 HRNRL 最主要就是有关于跨国之间的农药残留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同一个能够比较的标准。比较标准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呢可能有使用到部分的农药，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没有那样的农药的状态。那原因在于因为有些不同的，例如说昆虫或者是在不同的地域会出现，那所以其实用的农药品项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前面的时候，因为其实已经适度解释过资料爬书这些方面的问题之后呢，那后面我们发现的是，当我们有一个比较能够统一能够查询的这个农药标准残留的资料库之后呢，那后面的部分这个部分导致就可以开始回到就是所谓的化学的一些农药名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搜寻跟分析的部分。因为这个农药名称手册的部分是从食药署那一边的部分把一些它相关于跟食品方面的农药残留的这个部分 把它的名称跟它的成分的部分给转出来的，所以那我们后来才会有了一个比较能够查询的一个标准的化学名称的名词。那但是呢，因为要做有关于跨国的农药残留议题的时候，实际上前面也有解释过，就是在不同国家实际上能够用的农药品项跟残留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是台湾这个部分的开放资料集，那所以其实有这几个部分。那目前比较好的情况是，这个资料集里面我们可以从就是进口商的名称以及它的营业登记证的项目呢，去反推回一些实际上我们在查询的时候比较有办法再去找到跟其他的资料库之间的一些关联。那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是没有时间讨论那么多技术的细节。不过最主要呢，就是如果可以把这几个重要的表格之间的某一些能够查到它们能够产生关联一致性的一些查询的词之后呢，是比较有机会把这一个重要的议题给适度统整起来的。那所以我们后来最后产生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将四个国家的资料呢，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泰国的资料呢，那最主要就是透过了就是这个农药的这个部分，那然后我们由就是画就是农药的名称，然后去找另外一个农药的，就是使用手册的这一个残存量的这一个表格，那以及就是有关于植物就是植物的名称，然后去找植物的相关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有关于它的病虫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它的一些使用的农药的一些项目的资料，那，对，最主要是这几个部分。那，后来我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前面的资料正规化之后呢，那实际上我们要想办法让它能够做一个系统开发成一个资讯系统的一个状态的这个过程。所以，那我们后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后来又讨论到一个情况，就是除了一个可能一般我们会用的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网页查询界面之外，那实际上如果可以形成比较像是聊天机器人的模式，那可能在使用者在使用这个系统上的时候，会可以比较容易克服几个传统的过去的问题，因为如果用聊天机器人的形式的时候，使用者实际上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做所谓的跳跃式的查询，你可以直接用一个语句的形式去查询。那这个形式呢，去年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成熟。今年的话，Google 它有 Dialogflow 可以做自然语言分析的这一段，所以相对的会比，我个人相信会比之前去年的版本好做很多了。那但是 Dialogflow 大概到6月的时候才是2.0的版本，比较相对的能够做后面的测试哦。所以我目前比较稳态的版本，目前用的是去年的版本是用这个架构做的。那后来去年的版本最主要是用这个 TradeView 的这个 API。那它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因为我们等于是藏在 TradeView 的后面，那所以其实一般的人如果他去想要直接去针对聊天机器人去进行一些骇客或攻击的话，那实际上从 TradeView 转发过来的这个中间过程，那它会帮我们挡掉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伺服器端的这部分建置起来就可以了。那另外有一段就是使用者其实就不用再安装这么多不同的软体跟界面，那实际上它只要经过了 Facebook 的验证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是，哪一些使用者用了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服务的过，在建立这个服务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很好奇，到底会有哪一些使用者会需要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状态？对，所以我们就变成到了最后呢，是我们自己建立的系统呢，这个部分，我们有记录了使用者是谁，然后那他询问了哪一些相关的语句？有关技术的部分，那我就说明到这个部分。然后最后就诚实的讲，就是我们做一个可以查询，但是结果可能错误的系统。因为其实自己知道说内容带有哪些问题，一个是其实在农药上面，就是在类别上面，它其实对每个品项它有分类，比如说有可能是小叶菜类，里面可能就包含了其他类别，那时候我们没有把它整理在一起，那个就变成说其实要在资讯上面要多做一次的分群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些是用除外的，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就是有一些青葱级蒜除外，所以这些品项都被除外在那一个农药可以使用的范围，那些可能都必须要用自然语言分析或者是人工去把它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初有一些是其实在检验方法它是定量的极限，你想要说检验机器其实有极限，所以那时候我们政府就会打一个星号，可能写0.01，但它其实就是只说不能被检出的意思，但它就有一个数值，那时候我们就直接
草率的把它结合在一起，但其实这些项目其实是不能被检出来的。那有时候人民也会有这问题，就会讲说为什么我们的标准比别人的标准还要高出100倍甚至10倍甚至多少倍这样子。那这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零检出了问题。好，那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处理跨国开放资料的时候，其实会发现有语言上面的问题，甚至资料品质的问题。那我们实际试着把跨国荣耀残留标准的资料做了整理，然后可以查询。那里面会遇到一些人，就是原本资料我们是要给在地的人使用的，但是我们的议题可能会牵扯到比较国际面的，所以我们再加上国际化的资料之后，最后一步骤我们的还是要回到使用者，他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农民，可是其他国家的农民，所以我们其实还必须要再把系统做一次的在地化，然后针对不同使用者去做设计。那其实这个荣耀残留标准，它在政府的手上，其实也是一种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它就可以阻止其他国家把产品销入，甚至我们把产品销出，它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阻碍。那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去进行跨国荣耀残留标准的调试，或者说我们需要就是不停的跟那个农民宣导说，这个荣耀你不能用，或者说你使用之后你要延后收成这样子。好，谢谢大家。然后这是我们这次做这个专案的伙伴们，然后今天有就是有一个出国没有办法来，然后其他都有来了。但是我们这个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民间组织嘛，民间伪学术组织，所以我把它叫做跨领域研究室。那每次成员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是自发性参加的。谢谢大家。OK， 我们有一点时间，各位有没有问题 ？Any comment？ 小问题 ？Any comment？ 你们这个得过多少个奖？像这个题目，一个就去年的跨国黑客松哦，去年有一个就是 AODP 一起合办的亚洲跨国黑客松，那个你们拿到多少奖金？合起来20万哦，20万，所以他们很厉害哈。这个老师，你这样有没有靠比赛赚钱？不过他带了很多学生哈，这个非常的厉害，所以黑客松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注意哈，对推动大家的创新哈。好，谢谢，各位掌声鼓励一下。